嗨，我们今天要做实验，小小实验的是彩虹桥。我们是用这个厨房的纸，然后画彩虹的颜色。对呀，然后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呢，放这个来放进去吧，这样，这样。等等哦，好，来，好了，这样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，我们看看，我们看看它的，我们看看它的那个，哇，就是有它它的声音，对，你要等一下，你要等一下，它就会越来越上来的。哇、哦，你看有没有看到彩虹水呢？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就是它会越来越上来了。对，奶奶。对，瞧，你看有没有彩虹的颜色？有没有彩虹的颜色？还有小矮人呢？哪里？你看有没有彩虹的颜色？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它的水就是，你看水在走。水在走，水在走，水在走，给我做彩虹桥。你看什么？桥。你看。哎。这是日本的，与你不一样的水。好棒哦！好棒哦！好棒吗？不一样的水，是什么颜色呢？是 blue， 绿色。blue， 是 blue。好的，黑色 blue， 黑色跟 blue 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爸爸妈妈，对吧？还有我们这个，颜色很漂亮吧？我们家彩虹桥。我好是，我的是。嗨，你怎么认了？两回。怎么会不知道？别的这个颜色就不好看了。不好看的颜色。加这个就好看了。那是什么颜色，姐姐？啊，我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。它这个就是这样，怎么是这样就好？天，它就是这样。你是这个。